他的这个开了一家很好吃的一个饭汤店，哦，自己开的餐厅，对对对，而且其实你三不五时都会遇到他哦，自己会在里面亲力亲为吗？会在里面亲力亲为，直接身边撒饭啊，啊那弄汤啊，有屁开夹饭，有矿牛油，对，收钱搞不好就他来帮我收的，真好真好，对，所以说呢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好好跟他聊一下，嗯，他今天带来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欢喜来恰恰》，哦，对，这一位到底是谁呢？那我们就欢迎吴俊宏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现场所有的山西工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恰恰。阿哥，音乐个走落去，恰恰个跳落去，闹得欢欢喜喜。最会的两关系一起天天开心啊，来来来你来心肝放好开，跳落去就心花开啊，来来来你来阿婆电好开，音乐声都嫌弃青春的滋味啊，哥音乐搁走落去，恰恰个跳落去，闹得欢欢喜喜。身边的朋友，你们的热情在哪里？还有身边的朋友，呜，新年快乐！哦吼，说出的挺好的。一起天天开心啊，来来来你来心肝放好开，跳落去又心花开啊，来来来你来脚步变好开，音乐声都扬起青春的滋味啊，哥音乐搁走落去，恰恰搁跳落去，闹得欢欢喜喜。呜，听一下你们全场的掌声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有没有听到你们的尖叫声？啊哈！恰恰跳落去，闹得欢欢喜喜啊，来来来你来心肝放好开，跳落去又心花开啊，来来来你来脚步变好开，音乐声都扬起青春的滋味啊，哥音乐搁走落去，恰恰搁跳落去，小哥，还有我们俊乐哥，俊宏，俊宏，啊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耶！有为的青年是顺哥，你本来是高雄人吗？系我高雄人，但是今嘛你咧台南咧奋斗，是我嫁来台南，嫁来台南，哎，他嫁了有好无？嫁了无该好该辛苦，喂，无啦，因为阮某是桂林人啊，哦，对，啊，因为今嘛吼，拢尊重迄个太太啊，所以讲我嫁来台南啊。人讲吼，嫁了无好，但是过了袂歹。即摆佮开一间饭汤哦。哦，叫阿红饭汤。哎，足厉害！自从来即个红英红写一条
阿宏的心声，是即马讲阿宏的饭汤，还有二部曲啊，安尼啦。哦，拢是阿宏啊，现场应该有真侪人来阿宏饭汤吃过啊吧？哎，有吃过，有吃过。哇，真侪人哦，哇哇，哦，够多呢。那我看这样子，干脆就这边开分店啊。哎，这边开分店吗？吃过了。那你关庙开阿宏饭汤吗？哎，头前对面遐就好啊。我着大拢举手。有啊有啊。恁家有空厝，这大间的，差不多先坐两个百桌的，举手。哎呦，好硬啦，三个硬手啦。迄个干妈，迄个干妈，你不要这样子乱叫。直接认干阿妈。刚吃豆腐啊，你两个。Thank you， 大家 Thank you。是 Gino， 不 Gino， 哎 Gino， 嘿。这吼，这少年人吼，要出名，要大调，迄不简单，不简单啊。迄歌外头唱的呢？哦哈，我那个拉好长哦，哎哎哎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又献花了，慧姐来献花，谢谢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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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来喝，恭请解封，哇哇，那牛啊！哇，今天有咱山西公的朋友拢做热情的，啊，我来吃嘛，一点过来年啊，有啊，对哦，所以。哎，贵你哥来个家吼，来贵新你吼，那种兴奋感哦，特别的兴奋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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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家，看到家己亲人同款。哎，这好像是初二回娘家的概念哦。哦，跟他说你啊，我回到咱的娘家。对哦，哦，满满的那幸福感啦。是。他讲我出外囡啊，无论如何呢，这贵你哥前天还等你出诶。是。哦，啊那个哇，慎终追远。那个祖先在吼，佫继续给咱保庇。那个神明呢，给咱的素食无灾，八节有庆。是，安在无？在。参照你歌声，你头落一声就大声啊！对。哦，画个就画，会使画瓦灯就画起来。哦，但画瓦灯。深呼吸，哦，那个真的。来来来，现场绝对不错，到时候掌声鼓励哦。最近是有咧做饭汤，体力较好。预备。阿哥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你除了唱歌以外吼，你也使去警察局检查。啊，有啥物？即摆咱讲防空警报有啊。伊迄个水雷，但水雷来派去吼。是。我咧举一支麦克听咧落去话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有个水雷。空袭警报对吧？空袭已经来了。好，太厉害！但是我咧讲，你听歌声好，一个阿妈咧洗身躯，嘿，看到一个囡仔咧画，是衫无穿就出来看是安怎样？哦，敢有影？假，我想讲你有看到，无啦，哦，无啦，嘿，来看来阿妈无穿衫出来，是，那你还坐眼哭洗衣服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你猜我洗身躯时阵上惊啥？上惊啥物啦？演艺圈最好的朋友，哎，五百，五百，又是咱一个五百，不是有一个广告喔？嘿，孙啊，伊叫孙啊，辛苦洗一波嘛，变出来是想象啊，一个踹五百在电视里画我的名，孙啊，我立马画别人，我也是安尼啊，会会画金哦，哦，那我到每个庙我都要跑出来一下，金哦，上香去拜拜啊，没有，阿老公，心灵要回暖我，嘿，金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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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他夹出来，给我夹出来，画鬼啊，安尼哦，啊，你想我师傅上香像，上香不允许啊，为什么？大家拍麻将，是，哎，碰哦，以前我们，以前我们身边人不能偷鸡哦。喂，不要说人家私生活。我跟你恁师傅嘛，足惊我唱这条歌哦。多一条，欢喜来恰恰，欢喜来恰恰，来出来新代志。我都唔知阮师吼，嘿是，阮师十摆来表演拢无入去拜拜。哦好，即来拜拜了，真正有拜了有保庇。安尼哦，哎我哎，即摆是另外一条代志，进前迄条代志哦，伊上惊坐飞轮机。好，哎，安怎讲？伊进前迄件甲古贵米有关的有无？嘿，伊要坐飞轮机坐几日哇？哦迄个。那个空姐就算，贵贵宾，贵贵宾，以前郭贵宾嘛来啊，哦，而且，贵贵宾，贵贵宾，贵贵宾，
哎呦啦，哎呦，这个过年时间卖讲晒开玩笑，哦、对啦，我嘛足认真咧，海钱诶，伊欠天钱吧？对，我海钱，海钱，哦，海钱，哦，海钱，欠欠人2,000-4,000嘛，系啊，即嘛海价哦，存六亿，哎，好，哎，嘿嘿，是有听唔到无？海价存六亿，那你叫跟他道歉啊？不要算小了。愈害愈多，你有叫害到吗？无来正欢喜，伊是有叫欠到啦，欠到，安尼好啦，好我唱歌，好我趁钱，好好好，唔通阁欠人啊，啊你开饭堂就好，嘿，唔通拍电影吼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袂啦袂啦袂啦，好啦，安尼继续要倒来，这嘛是我师兄功力哦，一挂经典歌曲，啊我甲串成一连串的主曲，来送给大家，这种作品。表现算剽窃，剽窃，没啦，你把他的歌成名歌，是致敬啊，致敬啊，不要说致敬，致敬，致敬，对对对，但人还在啊，不是 ，respect， 帅哥，哦，2.0啊，2.0，致敬不是追思，哦，不要乱想，哎哎，喂喂喂，哎，你爸没空，你卖你的俊豪哥，来来来，什么歌名？好，主曲这放了就知啊。哦，好，好，每首都耳熟能详的对吧？对对对对，用放了就知啊。没有，他们都在掏口袋。没啊，没讲啦，唱歌啦。二来，麻烦这个老师，出来。Music， 来，吴俊宏带来的主曲表演。谢谢一连串的欧弟有经典歌曲的主曲送给大家。好，吃瓜瓜，雅琪，明星。哇，这边也有很多朋友哎 ，Hello， 这后面还很多人哎，后面的朋友你们好，谢谢。人生亲像一出戏，盐酸苦涩伴咱行。Yeah.
你，用成一片灯台哦，太漂亮了，爱你们！爱着不该爱的人。主曲听了有欢喜不？哎呦，这边很热情哦，听了有欢喜不？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我看到你们热情，我也很欢喜的。啊，当年来到山西宫哦，大家都给我很大安尼鼓励呢，真欢喜。啊，嘛欢迎哦，大家这几天我阿王本汤无休困哦，哦，我过年无休困哦，要来阿王本汤吃本汤，来阿王本汤看我，拢会使哦，好唔好？啊，你若讲吼，你去遐讲，我山西讲来的吼，我迄个料会甲你较济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继续，又带来一首国语老歌，好不好？相信你们都会唱的歌曲，阿奶要唱，我最会唱哦。来，夜空。这首你们会唱吗？谁？等一下，跟我一起唱。这边有声音吼，有吼。这边大家好，我做一曲哦。啊，这边嘞，你们会唱吗？会唱，等一下也要跟我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还有后面的呢？后面等一下你们唱的声音要让我听到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但是现在就听不到了。后面的朋友，下面没人。这话量比您还大声。OK， 那等老师用一下音乐哈。这个，因为哈，刚才我有换歌啦，我用我修瓜，所以老师底下吹。啊，稍等一下，还是要听我讲笑话。有要听我讲笑话、喔？但是我不会讲笑话、欸。我讲的拢无好笑哎、欸。啊，真正要听我讲笑话吗？好，安尼我讲一个笑话。但是这个笑话吼，若无好笑，你嘛爱笑，好不？较捧场一下啦，吼、哦。这个笑话是足好笑，因为我对小时候，我刚国小的时阵，啊，去听这个笑话，我就一直笑。每届听一届，拢会想要笑一届。
就是说哦，以前就是太空总署，太空总署哦，他要做一个研究，被这节研究，他找了三个国家的人，一个是日本人，一个是美国人，一个是台湾人，然后把他们送去太空哦，送去太空，三年后看他们会有什么改变。哎，三年。好，拍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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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只狗来接。我第六狗啦。现在是不是？这只狗全部爸爸妈妈。无啦。哎，我们如果现场有钓一只柯基的，好，不行。阿姨，因为这只狗，伊讲伊个人有小可问题。有小可问题。嘿，有几句话要甲台讲。OK， 好，他说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不是啦，好了，你哪个没讲笑话啊？哎，你不要找自己麻烦好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就是。好了 ，OK， 拜拜，唱歌好了啦。哎，心里好未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但是人有要求。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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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等等，出来！阿美讲啥？你和我起来无讲两句话，我就艰苦了。嘿，别讲笑，别听笑话啊！我要讲一个阮囝的。真实的故事啊！恁囝的故事，阮囝小学二年的时阵，伊讲爸爸，我今日考30分，嘿，数学，我讲是哪一个题目有这么难吗？这困难吗？他说一条绳子40公分，三条绳子几公分？你答案写43公分。我不会啦，三公分，一条40，三条120嘛？对啊。阿外公阿弟在想，在一条40，三条120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俊宏，哎哎那还没，拍谁拍谁，还是俊宏觉得43是对的，而且你这样子说，你那个本天还越做越亏钱，我省不了钱呢，省不掉耶，你是跟我囝读同班的啊，一条绳子40公分，三条，我都做240，干不行，不是啦，啊120哦，80才会240啊。哦，丢丢丢丢丢丢！哎哎哎，哇，你给他为什么？所以你还不讲为什么43呢？因为他说老师告诉他们，他的答案都跟那个题目有点关系。上面有40嘛，也有3嘛，所以他说，他就把它加起来，就是43。三条43，我够渴啊！我开桌还了了，我开桌借钱回去补习呢。你知道那个钢琴老师一节课要800呢？得台吧？啊、我讲，儿子，你有没有学到钢琴？有啊，我跟他聊天。啊、我气他，当作是偷听爸就对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以为他说以为聊天就会弹钢琴。好了，不要影响我们的这个一条绳子变成40、80，麦克乱了呀！好了好了，挂了，你好好唱歌，不要再讲笑话，好不好？什么歌名？什么歌名？欸第二个不清楚，夜空啊，夜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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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来越空了。掌声欢迎，来，吴俊宏，吴俊宏，夜空。刚才说会唱的在哪里？这边哦，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哦。还有，看了这边也有跟我说会唱哦，有哦。等一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国语老歌《夜空》。忘了吧，再想他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烦恼多一重，还不是有始无终。来走。知道，第二段来唱台语，好不好？
第二段唱台语的哦，简单哦。情人无分，夜夜搁想你啥路用？明知影结局是悲伤，嘛是对你痴情难忘。真的不要再讲笑话了。好了，已经卖了。